好啊，那今天介绍一间六十八日式精油按摩店，它在这个江下站的。那这间日式店铺的环境是很舒服的，服务都很周到。它是个精油按摩的，力度都适中，整体感觉良好的。咁我冇按過嘅，我只係路過嘅嚇，咁就所以就問咗嗰個店員，咁啊拍咗啲視頻俾大家嚇，咁我見到啲環境都乾淨嘅嚇，咁佢啲陳設都好漂亮啦。咁技師手法咧，我唔知，咁我只係喺網上攞咗啲評語俾大家嘅啫。咁啊，呢個大眾啊，同埋呢個美團咧，都有啲團購嘅。咁我見到啲價錢咧，由180蚊啊，到去到呢個700幾蚊都有嘅。咁就佢分別有好多嘅唔同嘅服務啦。咁由呢個路去江下鎮咧，只係需要13分鐘嘅啫。咁啊，票價咧就係單程係3蚊，如果我用呢個深圳通咧，2.8，學生就1.5啦。嚇，單程係3蚊，長者就免費嘅。咁喺江下站嘅 A 出口轉左手邊直行，行大概50米到，你會見到呢個彩虹大廈。嚇，咁我哋搭 lift 上呢個29樓。醫室咁啊，見到呢一間六時巴日式精油按摩店嘅啦。好啦，咁就係呢個門口入去啦，前面呢個門口入去，坐 lift 上29樓。原來夢見你回去就叫地，心跳慢慢加快，思念在心底。白天没有你，孤单难掩饰，每分每秒想你，无法将你忘记。你是我的回忆，无论天涯海角，爱情如影随形，心中最美的梦。夜空中星星闪烁着爱意，耳边你叹息，一切为你着迷。爱情多复杂，甜蜜又挣扎，对你深深依恋在心中发芽。你是我的。感谢观看，记得订阅香港背包，有新视频第一时间通知大家。